老板。哎，哇，你买这么多骨头啊？今天啊，这冬天了，炖点汤，炖点汤给你们喝吧。这么好，你是？我觉得啊，你这个不对呀、啊。咋不对啊？我买骨头给你们炖汤给你们喝，怎么不对啊？今天也没见你买过骨头，但是你今天买这么多回来啊，炖给你们喝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准备给阿锦买那个？我、啊、炖给你们喝的，走开走开走开，我要切骨。我觉得不是啊。走开走开，我要切骨头了。别，这种脏活累活就交给我了哈、啊。我来嘛，我来嘛。我来。你行吗？你行吗、啊？可以的，老板，绝对没问题。啊。哎呦，老板，你这个刀这么好啊？那我的刀肯定好啊。我怎么一刀就断了？可不可以？哦，特别好哎。是吧？这刀真的。嗯，来。很给力。再来试一个、哎。刚刚是不是我那个的问题啊？啊。哎呦。是不是？我了吧是不是？你这个刀也太好了吧？啊，那肯定的呀。你看，这质量这么好。那上次你不是砍过吗？哦、这一把给我了啊，我带给你了，带你了。然后那厨房用啥呀？这个再用其他的，再买其他的啊。这个咱就带走了，好吧？那这样，你别在这里抢刀了。今晚直播间我去安排，你自己去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我去那里拍。嗯、这把就自己拍。这做饭你拿走了，我们怎么做饭吧？哇，真的这个刀特别牛哦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一刀就。来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直播间。好不好？给家人们再安排。你这骨头汤是炖给我们喝的吗？我再次问你啊。炖给你们喝的啊。我怀疑绝对不是，肯定是炖给阿锦。你不要说一些没用的啊。